Q 是什么意思？ QAQ 为网络词语，是一种表情，网络小说里常用，是哭的意思。 QAQ 表示悲伤等，可以把 A 旁边的两个 Q 理解成眼睛，而 A 是张大的嘴巴，音字形与哭泣的表情很像，故被使用。 TAT 和 QAQ 都是字符化，但 QAQ 表示哭、悲伤，而 TAT 表示伤心、悲剧的意思，而且 QAQ 要比 TAT 可爱一点哦。英文中 quietly ask the question 悄悄问问题的缩写。英雄联盟中的技能连招特指瑞文 QAQ 在光速间打出成吨的伤害。火络用语多用在网络上流行的非正式语言，多为谐音错别字改成也有象形字体，以及在论坛上引起流行的经典语录。这些语言先于网上流行起来，然后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多为搞笑、讽刺、赞美以及恶搞之词或句子。不可否认，越来越多的网络用语已经进入日常生活。